各位 U Car 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Toyota 商品企划部的龚德茂。今天很高兴能跟大家介绍全新的 CHR， 它是 Toyota 布局全球的世界战略车。它强调以这个全新的欧系设计，打造了这个新世代的欧系跑旅，来锁定年轻的在意外形以及希望享受驾驭乐趣的这个年轻客群。那接下来让我更细部的讲到 CHR 商品说明。其实，在 CHR 最大的卖点就是它的外形，它采取一个非常动感利落的这个外观，它的设计主轴是钻石结构 （Sexy Diamond）， 它藉由全车非常丰富的车身线条，那就像宝石切割面一般的锐利线性，让整个 CHR 的外观就像钻石一样耀眼。另外，它在车头部分藉由 Kangoo 的家族风貌来打造一个更利落紧致的这个前脸，以及下方的这个梯形下气坝更加开阔低沉，让整个车头更加的动感有侵略性。在测试的部分可以看到 CHR 非常丰富的车身线条，以及它隐藏在 C 柱的这个后车门把手，让整个 CHR 有类双门跑旅的样貌。那车尾的部分，它大胆采用这个立体悬浮的这个尾灯部分哦，让整个车尾延续了整个钻石结构的造型，以及借由大型的后扰流尾翼，还有这个向后上扬的这个车身零线哦，打造出一个悬浮式车顶的效果。进入到内装的话，大家可以看到 CHR 的环舱造型，四条从中控台往两侧延伸到门板部分哦，勾勒出整个一体成型的内装轮廓。另外，它也以驾驶者为中心打造了 Mi Zone 独立驾驶空间，让整个驾驶者在驾驭过程中可以更加专注地享受驾驭者的乐趣。以及它的内装也延续钻石结构的这个巧思，在内装很多细节中采用了这个钻石菱格的这个设计，让整个 CHR 内装更有时尚的设计感。那在引擎的部分呢，它搭载了全新的 1.2 Turbo 涡轮增压引擎，这个引擎在中低转速就有高达 18.9 的扭力输出哦，让整个 CHR 的加速性更强，可以说所谓的超越 1.6 NA 媲美 1.8 NA 的这个表现。它也是续 Prius 之后第二台导入全新的 TNGA 底盘，它的 TNGA 底盘借由它的低重心，即使是在过弯的时候，它整个车体的摆荡也会更加降低。另外，它也借由轮距的加大，让整个四轮的抓地力道更强，操控起来更加稳定。它也借由搭载前独立麦花臣、后独立双 AB 的悬吊系统，让整个路感回馈上更加直接清晰。那在车身安全部分 ，CHR 搭载了极致安全防护系统，借由完整全方位的主动安全配备，让整个 CHR 遇到危险也可以有效的预防撞击。在被动安全方面，它搭载了全等级搭标配这个七颗 SRS 气囊，以及它是采用高刚性的车体，借由搭载1500 MPa 的超高性钢材，可以有效的去保护乘员安全。另外 ，CHR 这次导入台湾的车型共有三个等级，分别是经典、豪华以及尊爵 AWD。经典的部分是89.9万。豪华是95.9万，以及尊爵 AWD 则是107.9万。那豪华跟尊爵 AWD 分别可以再加价10,000元，选配这个双色车顶的部分，让车主有更个性化的表现。以上是我的商品说明，谢谢大家。